近期一个热议话题引起讨论，具体来说，唯一一位人气超过韩国本土偶像的外国 K-pop 成员是谁，毫无争议的结果是 TWICE SANA。 网友们坚定表示，没有 SANA 生活感觉不完整，他所拥有的魅力和魅惑力似乎无可匹敌，让人无法抗拒。而 SANA 人气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韩语能力，粉丝们惊叹于他的语言能力，断言他的流利程度可以与母语人士相媲美，更表示就算他和我用韩文吵架，感觉也是 SANA 会赢。此外， SANA 与粉丝的互动对他的人气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SANA 真诚的感情和对粉丝的尊重收获了很多坚实的粉丝，成为兔圈的强心剂。在之前韩国论坛盘上有一个韩国 ONCE 发帖称，因为 SANA 愿意继续支持 TWICE， 如果 SANA 恋爱会变成 TWICE 黑粉。其实那段时间 TWICE 连续三个成员被爆出恋爱，对于 TWICE 这样的以男友粉为主的女团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后来队长朴智孝又爆出男嫌争议，让当时的 TWICE Live Love 更进一步。而成员 SANA 和娜琏在男嫌风波之后，在官咖发长文安抚粉丝的心，让粉丝平复了愤怒的心情，所以粉丝才会发出这样极端的言论。在 TWICE 后期， SANA 的 TOP 地位几乎变得坚不可摧， TWICE 最重要的市场日本和韩国， SANA 人气基本都是第一。所以作为一名绿卡的韩国团员， SANA 可以说是 K-POP 传奇女爱豆了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